很多人喜欢这种洋装，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洋装，很多很多的想法都有。有些人觉得说，这看起来好女人哦，这看起来好像睡衣，都有。好啦，我要先跟大家讲这一件呢，它是走一个经典格纹，然后刚刚讲它是透透的，你要买这件可以，请听好，里面一定要穿浅色的下身，白色的上衣。就这样，你要搭黑色，我觉得不好看。它本身的布料给大家看一下，是透的。重点它很可爱，它是格纹的。然后我帮大家选的其实是杏色。然后这两个啊，你可以自己打成一个可爱的蝴蝶结，这样也可以，或是你不要打蝴蝶结也可以，超级可爱。然后呢，手袖是长袖，一样做一个小缩口，不会缩在你手上。想要七分袖的时候，你把它拉起来，超级好看。好，然后它就是一个300的一个娃娃洋装，然后它就是一个想要看得到裤子又看不到裤子的长度。每个人的穿衣风格不一样，你想要搭西装外套这一件也可以，但我就喜欢搭这样的颜色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提亮的。